要背一下自己的飞机这样子，然后就这样子一直问，一直问，一直问这样子。我觉得讲故事吧，跟你的书，这个是用背的还是真的在看？所以自己要念吗？自己念。飞机要顶着风去做飞行，因为我在飞行的过程中我是飞直线，那我最讨厌就是侧风吹过来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如果是风这样吹，那我就画这个图；那如果风是这样垂直吹的话，那就是画这个图。那记得我们正面数了两次，一次三二一这样子，因为起飞一次嘛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。那记得、起飞前还到五秒，如果你起飞就直接转就出去了，500块下次再来。流程一定要记熟，流程一定要记熟。五，反正都要数。就是起飞就数5秒，5秒。然后每个角度要停5秒这样子。考官会站在你的后面，所以其实你觉得出界跟他觉得出界应该是差不多，不会说有太大的争议。然后既然高度掉下来，就自己再往上拉这样。然后我回到 A 区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先转90度休息一下。因为这里不用数秒，就先转90度，转走，或者是说你要直接180度回去。